啊，这个丢在路边你会捡吗？这个应该没有人愿意，应该就踩过去。我不是说愿不愿意捡，而是我不敢捡地上的东西，我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系。可是我如果那如果你生日的时候我拿来送你，你应该会骂脏话。不会不会，一点都不会。我说我们把钞票炸一炸，然后呢取名字叫做招财符。就是挂在家里会招，钞票炸破了，然后说这是招财符。然后我们要挑战的事情是，我们把它拿去购物频道卖。然后你把一个当代艺术的这个艺术品拿到购物频道去卖。当时我就看到那个打电话进来的数目都没有增加，我就很害怕，想说我的妈呀，就一个都卖不掉。沈春华 Live Show， 谁来说清楚？